哇老欸，这个 NPC 啊会打人听。有没有搞错，那个人撞我啊，干大赛，你要来赛不是买哦啊，干大赛一定是国标来赛是不是啊，干大赛我对你去当做老婆大更好。哇老你也是帮我买了是不是这条路啊，干大赛我泡你去吹水上那边来来呀来呀，我是很聪明黄雷啊，拍啦走我们去其他地才到走。好走。这样多车很难把定耶。来打不炮打不炮。哎呀这个老大的打不炮。如果在现实生活，全部他妈东西没有起价就好。啊！全部他妈都起价了。哎呦，算了，我走了。哎。拉西老妈一块钱了，哎，老板 ，Hello boy， 你要吃拉西老妈吗？一包拉西老妈一块钱，谢谢。来，十块钱。哎，不止一块钱，你看我价钱，你看，好好来。啊？小米，一包拉西老妈要100块，老板，你鞋子太小了吧？妈，你看得到？是的，全部东西都起价，所以我的拉西老妈全部哈巴拉都起100块了。10块钱把我的拉西老妈，我真的很想要一块到三三啊！Franklin， what's up, bro? You good? Yeah. One eternity later. 哇老欸，那个罗奇啊，做么不要听我电话啊。搞错，红灯这样久，有没有搞错哦？哎，轻的了，走喽！啊，这样快红灯啊？有没有搞错？才走几辆车就要红灯？哎，算了，哇闹，一到我，干那啥？是不是有人撞我？看，没得。我每个老师的话都100块。